带身份证往里走。快点，人家在后面。快点，快点。我晕倒，晕倒，晕倒。怎么了？我进去你就坐着吧。
纸质门票往前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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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分管这个地面。
Thank you.
始基本舞云，首先是由陈佩慈老师创作的一个儿童短篇的一个儿童文学。当时呢，这篇作品呢是获得了台湾最高的文学奖金鼎奖。然后由李明华老师，今天李明华老师也到我们的现场。当时李明华老师把这个作品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，在我们国内上映了上百场。之后到了我这里呢，要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一本绘本，已经是它的第三次变身。那么我们传统文化的故事呢，非常的经典。那我又应该如何把这些传统的故事，这些传统的故事，回到我们生活，更有想象力呢？因为我们要要不要
祝你们更宽阔的视野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开石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北京小吃。你什么都喜欢，那哈利老师小时候都不喜欢，所以现在成绩不好，我要向你学习了呀。你待会儿教教我好不好？然后中国的也有很多，他们是数学强，但小孩子们什么都强，数外都强。好，你数外都强的话，现在看来我们什么小礼品都有了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拿到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杨老师说他是老家门口的国际插画大赏，是因为在2016年以前，中国是没有玻璃年插画展这个概念的。然后是我们把它引进过来以后，然后它就成了继意大利和日本以外，全球第三个在中国，全球第三个然后进行巡展的展览。另外呢，它第二个是我们所有作品都很难过，都是我们意大利的。这是你的什么表情呀、啊？